有一次我去休息站上洗手间，你有讲，我就戴帽子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就进了男生厕所，那个扫厕所，我爸上小姐，你爱去那边啦？对，把当作小姐背影。我有那么阿纳多姿吗？可能看我这个，有吗？我不知道呢，你觉得有吗 ？A 吗？有抓一下平衡车 ？A 吗？我要请富哥来做一下，这我不好下手。他看比较准的、啊，我这是碎的。富哥来，请问这个有 A 图记？这个有要抓才会知道。这个你抓抓看吧。这样子，这样子，B 罩杯了。我就是要跟踪你。你跟踪我干嘛？听说你今天台词只有两句耶。对，我来骗通告了。而且我都还不用印剧本，那两个人他们要印剧本，然后结果我都不用。出场就是你和我请俊杰为婚妻、啊，一句话踩死他。好爽的嘴。亲爱的，我惊啦，无像个猫的，我会叫你闭嘴。哦，好漂亮哦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好漂亮啊！哈林，哈林，漂亮。我两个，这会话是不是的？我两个，你看空空可乐波，太帅了。大家拢空，空空面空面。好，这一双跟这个哈林的。还有一双比较便宜，是哈罗。哈罗。哈耶！你讲可以停电，你讲别的，你是不是开工地呢？疫情退散，疫情退散。复工的心情怎么样？开心啊！哇，真的开心的哈。其实以前就好像要开学一样，开学很讨厌呢啊，会啊，对啊，哦，我是很，我放暑假很高兴哎，哎呦，那会不会有那种星期一症候群？不会啦，因为我小时候来这里又就是。这是又吃又喝，这是第一个开工的节目吗？变胖吗？没有，我有变胖吗？还好，变瘦了吧？还好。他们说我变瘦，可是我是觉得胖，因为我一摸我就知道，是油在这里，没有在这里。嗯。毛毛的。会。你可以磨那发油？没有，你这个不是，这不是工人想的遐简单，你知不知？因为这头毛吼，那这个讲这头毛的代志，三讲三昧讲不完，你爱开一个专访哦，这样子。哦，好。你知道不？没办法的竖起，我每天糟蹋我的头发，你想要让掉稻草变得很柔滑，不可能的代志啦，不可能的代志。真的。因为大家都很讨厌这个疫情，都已经断炊了。我们家的旁边的泥土都没有了。都吃土了吗？都被我吃光了。每天跟泥土拌饭。然后泥土有什么料？泥土拌菜啊。哎，记住找。这是泥土泡的。哎呦呦呦呦！不知道你能不能？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要马上有来一杯，多贴心的老板啊！你看，上面还有名字。哇靠！老师，那个暑假两个月，早上爬不太起来。不止吧？三个月吧。这就手帕了，这黑色的看不出来。是外面也是不能插这。可是外面也属于染疫的。对啊。所以穿黑长裤就有更好处，可以擦，洗完上完厕所可以在那擦。
到。没有，伸腰而已。啊、这椅子不够长。老师。你从后面拍。啊。有舒服了吗？摄影棚少了瑜伽垫，下次要带瑜伽垫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